粉。这个是五百克。嗯。OK， 五百克的薯粉，是木薯粉。木薯粉。找到完。木薯粉。啊？没有。很好，阿干阿干 OK。然后这是做几个人份？我大概有十个人份。大概十个人份。嗯。这个一斤肉的，我大概倒一半。粉，你是看感觉的。阿妈以前也是面粉比较多，现在是面粉少一点。有什么差别？比较 Q 吗？要熟很多的话比较 Q 吗？哦 ，OK。放盐。盐放多少？盐放多少？大概呀，我不懂，我是大概的。水放多少？也是阿哥。大概的，我是大概的，没有什么。OK，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讲东西都是讲阿哥阿哥的，这个就是传下来的。阿妈还是没有量的，我那会量，我也不会量的，我是大概。OK， 我们现在在做的呢是福州，至少是我们家的福州人呢、啊。做的那个福州的蛋面，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蛋在这里，所以它主体其实是蛋这样。嗯。薯粉跟面粉搅和一下。嗯哼。嗯。一包搅的，我打翻了，一搅。下油吗？嗯，这个油各位就不用计较了哈，家里用的是这个了哈，也是阿干哈。怎样叫不够呢？等一下你看哦。大概要打几粒？连鸡蛋也没有分几粒。阿干。差不多一个人分是一粒这样子啊，差不多啦。我真的是不懂的啦，我是大概的。OK。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哦，为什么这样子打的话，你那个加了水，还有加了油。这个面团可以充分的混合，就是因为蛋黄里面还有什么啊？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出来，就证明你需要复习了啊。因为它里面有卵磷脂，也就是 lecithin。这个卵磷脂呢，它就是一种可以把水还有油混合的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就叫做乳化剂啦，乳化剂。有时候呢，你在一些饼干啊或蛋糕啊的那一个饮食卷上面也是会看到的啦。所以蛋黄之所以重要就在这边哦。刚刚下了11啊。再看那个。先做蛋黄粉这个。为什么要下油了吗？下了油啊，等一下煎的时候你就不用下油了。哦、oh, okay. 嗯，等一下你的顶里面就不用下油了。所以还要这种是凭感觉，我真的不懂。哦、嗯，你要看到它有油，有油啊，这样子有油油这样子才可以的吗？嗯哼 ，OK。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。大概这样子稠度就够了。OK。就是它不会挂在那个打蛋器上面。不是，它就是可以这样子很容易放进去煎就可以了。OK。嗯 ，OK OK。它有一定的稠度，可是也不会粘着这样子喽。嗯。好了，开始喽，然后一片片煎。OK。听到了。Yeah。你不是讲不用放油了吗？没有，这第一片一定要放油。
这一片放一点油。哎呀，你看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太热了啊，所以 NG， NG。你看到这边有冒烟啊，这些全部都是那个油已经超过发烟点了。然后这个又是属于 refined oil， 所以这个它温度一定已经超过200了。然后就是这样子锅底，哎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这样的油线，一点一条一条这样子，这个就叫做油已经是，OK 的温度，可以拿一些东西了。所以尽量把它的面粉弄在边边去，不要太厚。这锅铲一定要热啊，不然它大锅就热，那就会粘了。锅铲要够热才会粘，才不会粘。对，那热顶的时候啊，这锅铲要放那边粘住。OK。嗯。你弄。别你弄啊。What？ 那你表演啊。只要没有烧焦就可以了。嗯，对，不要烧焦。还有一点点这样子哈，它就有点焦焦香啊，一点香味。OK。所以你用那种不粘锅的锅来煎啊，它也是会煎到那一片片，不过它就是没有那种香味，这个就有那种香味。OK。啊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嗯，不关火啊？不是，因为太热。太热。对，知道了，知道这个，给它凉。然后现在是没有加油的状态啊。嗯。没加油的状态再拿一勺。你可以看它旁边有一点点翘起来，这样就是代表说，代表它不够热，够热。你看，所以第二片它不用下油，就是这样。OK。就这样子。OK。然后就要这样子卷上来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卷，一片一片这样子卷上来。嗯哼。啊，快凉了以后，凉了以后。就拿来剪，薄一点，小小一点，啊，对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不脏。啊，不脏，来，帮我看一下。哈哈哈。这个是婆婆的，的绝招。对。这个以前我们婆婆的绝招了，哎，这个是我的三伯，还有三伯母，还有我的堂弟。OK， 然后通常呢，我们就会偷拿一个来吃了哈。对，就是这样哈。就是这样子的，一直这样子，一片一片这样煎啊，所以这是功就大在这边了。它煎是很快的哈，可是煎就要花功夫。嗯，这个煎的功夫了，还需要经验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阿嘎的。嗯，对，这是阿嘎的，真的没有那个。嗯。葱。那我试。你好像太小了。不要，拿一转。啊，拿一转就可以了。再打破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小一点。你看这种边边啊，比较翘起来一点。
好，还可以了哈哈哈。要反多一次吧，不用，就这样，反一次。哎呀，不错啊，不过最好还可以浇一点点。Okay, 有一点那种干干的那种感觉的就可以了，看到哦，就非常的可口，非常好，非常棒，可以了。你不要再吃了哦。OK， 来吃来吃。嗯，来来吃，长大一点。来放一下。很热，好，你就从冰冰。嗯，可以啊，先跟姐姐。来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来来，先。对，洗过洗过。然后呢？对。我刚才洗的手。啊，那你来呀，你不要穿这。对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有点皱皱的，就是比较干哦，比较干就没有。也感觉有弹性啊，比较好吃。啊，汤里面呢、啊，有花香菇、咳嗽肉，还有姜鱼子、鱼泥呢，还滚汤的。OK， 下来啊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生菜，阿妈都是用菜心，滚一滚就可以拿起来。来，来，来，OK， 我们就先下来聊聊，再下来。